说我季节要先声明一点，演员大贺林赫轩化身新闻主播，但底下居然没穿长裤，而右下角的手艺员竟是歌手陈珊妮。他说最大的优点是我心的谦卑。大贺一本正经对嘴，但歌词根本就似是而非，为的就是要批判网络事件常见这些无意义千篇一律的话。最后连佛语都出来，陈珊妮新歌 MV 一镜到底，陈珊妮还变成日本美轮明红。超吸睛 MV 还有这部陈珊妮新专辑发行前也与蔡昌宪合作，真的好忙好忙，穿上露半肩和服扮演吉他公主，蔡昌宪则是暴走高校生展开奇幻旅程。哪里不去向走回来胸口一冷一热的组合让粉丝超惊喜，同样是合作的作品 MV 也被认为魔性到不行。 Hey, OK, 再这个 Saturday, 让我们待在家里，哦，要没派对。本来只是9M88跟昆达演唱会上的跨界作品，粉丝超晚 MV 终于出炉。怎么办怎么办，呼吸有点困难，怎么办怎么办，体温有一点暖。两人饰演情侣，但相隔两地，各自隔离在家，但对彼此太想念，家里东西全变对方长相，透过 Kang MV 呼应疫情，也希望大家战胜恐惧。 TVBS 新闻严瑞生巡警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